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一样是一个密室脱逃系列，就是如果你是密室脱逃症候群的玩家呢，请你务必要玩这个桌游，叫做 Exit， 对，就是逃生门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从这个Exit， 它里面会设计了一个密室，然后你要从这里面逃脱出来，这是一个合作游戏。对，所以如果你们一起逃脱成功的话呢，就恭喜你成为这个游戏的赢家。那如果逃不出来的话也没关系，就是你可以把时间延到无限长，你就可以总有一天可以逃得出来的。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呢，它其实 Exit 系列有非常非常多的游戏，然后它每一款呢都只能玩一次，所以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呢叫做神秘博物馆。对，所以如果你逃脱出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再玩这一盒，你就可以去找它的同系列的其他游戏来玩。那这个系列我都觉得蛮好玩的，所以很推荐给就是喜欢密室脱逃的玩家哦。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它的规则要怎么游玩呢？首先，你必须要先看这本说明书，千万不要动其他东西，千万不要动其他东西，千万不要动其他东西，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对，因为它里面除了这个说明书以外呢，还有就是像小册子啊，然后一堆奇怪的道具啊，还有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然后还有一堆卡片。对，然后这个卡片千万不要打开，千万不要打开，千万不要打开。对，它上面都画一个 stop， 就叫你不要翻它。对，它就是游戏中很重要的一叠卡片，就是你一定要进行游戏之后，你才可以去翻阅这些卡片。好，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呢很简单，就是说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故事内容。像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来到佛罗伦斯度假的一群好朋友呢，本来就是想要就是在度假期的最后一天愉快的在小巷子里面就是散步，结果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哗啦啦啦啦啦啦，一直下大雨。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可爱的转盘上面都是雨滴呢，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就是它上面很特别，还有雨水的痕迹。这个转盘呢是每个游戏里面都会附赠的，就是它是一个万用的密码锁，就是你把它上面密码解开，它就会告诉你说神奇的卡片数字是什么。就是它游戏中如果是例如说我要解这个菱形的题目，它就是在最外圈，然后你就是对它会有三个号码，然后你三个号码对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张卡片，卡片上面的数字你就把它找出来，它就会告诉你是答对还是答错。对，所以这个转盘是每个游戏都可以用到的，可是它每个转盘都会设计的不一样，所以你也不能就是拿这个去玩别的游戏啦。对，它就每个游戏都会附赠一个转盘。好，那我们在这个巷子里面下雨之后呢，我们找到一个遮蔽物，然后遮蔽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他告诉我们说有免费的入场券要给我们，是叫做圣玛利亚的宝藏这个展览的免费门票要送给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玩得愉快。所以呢，我们就拿到了这本小册子，就是他给我们小册子，我们就要根据这本小册子去解出这个圣玛利亚的宝藏，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那我们打开这本小册子以后，它就会告诉你，好，可以翻开卡片 A。 对，所以它画出这个卡片的话呢，你就要找出对应的卡片，好，长得一模一样，卡片 A， 然后你就可以翻面。好，现在先不要给大家就是爆雷，就是它里面就会有一些文字啊，或者是线索来告诉你说这张卡片会带领你就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去给你更多的线索，让你可以解出谜题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可以就是看你来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就是发现了什么东西啊，它有一些数字啊或者奇怪的东西，你就是想办法要去把它解开来，你就可以到下一关。好，有没有很害怕我翻开来？好，没有没有，不会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直接玩玩看给大家看。如果你想要玩这个游戏的话呢，你就先不要看我们接下来玩的怎么样的剧情。对，如果你玩完了，那你可以继续收看下去，那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去探险，跟我们一起去密室脱逃。好，那今天谢谢大家观赏这个影片的介绍，我是密界李密。如果你对我们的游戏有任何问题，或是你想要我们介绍什么样的
游戏，你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然后也请大家就是帮忙我们按订阅，然后按赞跟分享，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密室脱逃游戏 Exit。然后转不过来啊！到底有什么那个吗？好啊，都不听人家讲故事的。是浮水印，都不听人家讲故事。我已经泡水了。好，再讲一次，就是我们是一群就是来佛罗伦斯度假的人，然后今天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在漫步在巷子里的时候呢，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在找躲雨的地方，然后就遇到一个奇怪的男子，他给了我们圣玛利亚免费展览入场券，对，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展览，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这样子，就来到圣玛利亚博物馆，展览厅好不好？不是，它是展览名称叫做圣玛利亚的宝藏。哦，有这个宝藏，它就是一个博物馆。然后到那边之后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好，就打开吧。好，我们进到展览里面，博物馆的大厅。然后我们看卡片 A， 好，就是门票，他给我们的门票。那个还我吗？好，这个游戏，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常会用到它的盒子啊，例如说盒底啊，所以我们资深玩家都会先检查一下它盒子里面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就普通的盒子，你干嘛那么那个啊？不能破梗啊！搞不好没有啊，就盒子而已啊！天哪，那款我找它很多款都用到，对，是不是要撕开看看啊？这个对，而且它一定要拿剪刀来，对啊，那它这个游戏常常需要用到剪刀，剪一剪。看是不是剪出什么奇怪的圆形？拿剪刀来，快点！看到了一个一，这一定是关键。哦，七啊，七，对，是七七七，七七七，没有啊，是。起来一定变成三。你这样镜头看不到，我要给镜头。它一定是个七。有没有这道门？就是这道光，看到没有？就是这道光，这道光。好了，不要怀疑，玩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脑袋有洞。而且他有附一个绳子，我说这是要干嘛的嘞？就是猪队友就把他捆起来勒死。对，我要附一个绳子。那我先买条围巾。好，现在大家看一下卡片。哎，你在干嘛？为什么要偷解题？我已经解完了。什么？不给你玩，可恶！你玩，给我们玩一下嘛。Pick it。他这边写 from large to small， 从大到小，299792。然后他画了一个 ticket stop， 你说要对应这边，它这边有个三角形，所以是就是三角形的题目。那三角形它已经可以解了，因为它只要这边有出现，然后这边就有。哦，所以是这道门是不是？对。ticket 哪里有三角形？这个三角形这里有三角形。好。然后这边有一个门，上面有三角形。然后在这里啊，哎呀，我刚看一半，这边吗？二九九七九二。不是啦，你看嘛，二找有没有找 number 二处的？二在哪？二没有二啊？谁有看到二？我看到七了。就没有二啊？我现在找。就没有没。number 二处是吗？不是这个最大吗？九号最大。它这个框框是放牌的位置。因为它对啊，因为它这个上面是有绿的啊，你看。嗯。应该是这个东西要放哪里吧？这个。那它是有个 ticket 的。它感觉是要把门票插到什么东西？对啊。你让大家看嘛。它不一定有第一页吧？不是每一张都要先看一看。它就 important 不准往下翻了。因为我们还没进去，我们在这个门口。哦所以他现在把它割掉了。哪里？拿剪刀来，快点！他没有叫你割啊，他没有说、啊，他没有叫你割啊。虚线不是叫你割 ？Take a step 啊。对啊，看到虚线就是要剪掉的意思，你不知道吗？然后它有三个绿色，对不对？所以你把三个绿色标的，就知道后面是什么数字啊。然后从大到小嘛。所以你现在绿色放这里的话。那这个数字就是八八，然后再放这个的话，数字就是八七。哎，不是啊，它这样对齐的话，六是六，对，八六。这个的话，八六没东西，八六四啦，八六四还有一个嘞，就三个一样，它都有大到小，有大到小。八六四，所以是八六四，有大到小，对啊。二号。
好啊，结果英豪哥解了。每次都你不是说你已经解出来了吗？错，对啊，错，是我让他解了。八六四。所以你刚刚已经看过了，是错的。这样感觉蛮像的啊。嗯，拿起来。不然就是你们标错地方啊。没有，我想要订午餐啊，谁要吃？可是我会不会来不及吃啊？啊，对，你不是要先去弄脚啊？没有啊，没有啊。要。少给我乱。八跟四应该是没错了，中间没有这个看起来是零。假设他这边要剪好了，假设他这边要剪。对啊，我觉得应该要剪吧。然后这边这样对过来的话会是三。三的。对。然后这边的话是七，所以是七三。肯定。是不是都是我 carry 哦？真的是。我就说要剪了，不让我剪。然后都说剪完要排了。啊，二十八。剪，对啊，这虚线要剪掉啊。哎，还是错的，然后要对呢。对，它这边有一个箭头啊。还是错的。所以你剪掉，让我来对。不用硬剪，没有你拿一个差不多，你先弄一个差不多。好，那我把它折起来可以。不要弄了，你这样别人不能玩啊！你每次都这样。不要这游戏反正只能玩一次啊。他最喜欢这样。这明明就没东西，你那边乱讲。这个没东西啊，是不是？有没有歪掉？没有啊。往上一点。没东西没。真的没有东西。对啊。不是啊，你弄一张纸，然后把它对啊折别一张纸，没有，你只要折别一张纸就好，我请你折。这个是三。这是什么？这个是零。三零。对啊，这个没东西啊。哎，三，你这是零的，是哪个没东西？这个没东西。三，你知道三哪一个是没东西的、啊？这个是三零零。这是七啊。换两个零吗？可能啊。七啊。是可能的、啊。哎，因为我知道看好像有两个零哎。三零零，对吗？十七啊，十七是对的。那、啊、也不讲话，那给人家拍什么啦？三零零，我们找出来十七号，好，然后十七号对应它的门是二十五，所以我们就要再拿二十五号牌。二十五号牌是什么？二十五号牌叫我们拿出 B， 所以我们就再拿出 B。B 是什么 ？B 是这个。好 ，B 是这个，有一个无限符号。无限符号没有，那就丢进去了，那已经用过，不认得。用过就没有，它的标准游戏规则放回来。这个是，因为它可能会重新再用一次。哦，是哦。只有 clue 才会。它的标准游戏规则，所有的 answer 都会放回去，只有 clue 才会拿出来。嗯。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在之前的几个版本有些的故事你会卡关。To infinity and beyond， 去无限还有 beyond 的无限之后是什么？Beyond 的无限之后是什么？去无限还有 Beyond 的是在上面还是下面？无限的哪里 ？Beyond 的是什么？之内吗？之内，我记得还是后方，或是后方，是不是？去无限还有后方 ？Beyond 不是后方吗 ？Beyond 到底什么？就是超过别的地方，对啊，超过、嗯、之后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解释吗？超越之外吧，之外在无限，超越于无限，所以就是在这个符号外面，是不是？所以这符号要剪，一直剪下来。它上面有，明明就有，它是个象限呐、啊！你们一直在那闹，把它剪下来。它是一个象限呐、啊，所以它是个象限。然后这边是 A face、B face、C face、D face， 可是你要就要找的话，它是对应哪个地方？因为它就在这个地方里面。听你在乱讲。它上面是不是有象限？这边你就有线索。他说要逃脱的话 ，active the machine， 有一个 machine 是啥？就这个啊。第一要找到密码，第二输入密码，第三启动它。废话。公他写的，不是我讲的。他就这样写没？对。
Ancient Art to Affording，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古老的艺术，收纳的古老艺术。收纳的古老艺术。好，那跟观众 folding 是收起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是它题目上呢有一个家哈，嗯，对，然后把那个书本的场景也有一个十字，所以这题是可以解，是要解这个、啊、这个密码，所以我们要解这个的密码是什么 ？Find code， 所以是可以找到的，因为他说要找那个密码。对啊，他不是废话啊，他写一要找出密码。七啊，什么什么？哪里有七？七在这啊，然后一在那、啊。好啊，你先乱找。零啊，这样这个书旁边外面。这是八吧，中间还有一横。你们这是八的啊。这是哪里来的东东？这是盒子里的，可是好像还没有被发现，还没被我们发现。接到没有？啊，这个就八嘛，那么简单。象限就是要把它折掉。象限就是要折它，最好、欸。拜托拜托，你不要折了。可爱折。折完以后就变成哦八零三了。为什么？因为对折以后就零就是三跟八了。对啊，就是折三次的话是八。那没有，那数字上面呢是哪一个？它是先 A 还是 B？ 就那个象限就有意义啊。A 是这边啊，可是这样我不查。它上面写什么 ？A 上面没有写字，很小啊，看不到。有没有写什么提示？你完全不需要用到这里吗？不一定啊。看懂了。嗯。所以这是什么？A、B， 还有个 C 啦，就是 C， 这是 C 是零 ，C 是零，哦 ，B 是八，哦，哎、欸，对耶，你都不给镜头看的，都是我，这上面这个写，明明象限是我讲的、嗯，所以，然后他们有人否认我的象限，所以 A 有可能是整个啊 ，A 是八，我也是八，然后 B 是这个左右下角，所以 B 应该是什么？三八零三。所以 B 是 3， 然后 C 在哪里？这样是 83，C 在这里，所以 C 应该是0。对， 830。八不是吧？八按照830吧。又是 A B C 照上到下。28号看对不对？错了。28号刚刚看到错了。乱讲。C 是零啊。C 是零吗？对啊 ，C 是零啊。A 是3啊。所以是380吧？嗯 ，A 啊 ，A 是我刚刚说 A 是三，那 B 是什么？380啊 ，B 是八哦 ，B 是八 ，A 是零，不是 C 啊，380才是对啊，380才对，好，马来西亚几号？十字是在哪里？是全部这里，它画在象限外，箱子，十箱子 ，A 是一半箱子，是一个箱子，十四下半箱，十四，十四。怎么那么厉害？十四。他说：“哦，这个机器发动了。”Click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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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好，这个马逊开始 jerk 是什么？叮叮叮，就是在。然后就是齿轮在。然后有蒸汽跑出来了。转动。转动的声音是转动，它去转动了。然后在一个惊慌失措中，你。你找到一个座位在这个机器上面，然后它看起来像是坐着比站着安全，对，所以你就把它坐了上去。然后同时间呢 ，entire room steams up and you hear the， 你听到一个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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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的声音，然后开六跟七页，我已经开了，开了是不是？好，然后可以拿 CDE。CDE 开出来是三个人，第一码、第二码、第三码分别各一个数字，然后是 DCE 七，为什么不是 CDE？ 这边有绿、黄、红，在这里，那然后这个是七，然后这个是这是啥？四，这是四，七四，就把它和绿色合在一起拼起来而已啦，这很简单。哦，这是二吧？二。七四二，七四二，我们看一下。嗯，真的好厉害哦。七四二，对吗？
那这些人真是一点用都没有。没有啊，他就是三个科学家呢，就爱因斯坦、达文西，然后这个应该是玩到睡着。这是谁啊？太难玩了。Mary， 想想就觉得 Mary Curry 是谁？五号，好了。玛丽什么的？拿 FGH， 然后就这样。拿 FGH， 对。又是三个。然后解这一题。Y， 这个是范围区的。Y 要解这个。From left to 什么 ？Right。From left to right。I M E 啊。绿黄蓝、啊。绿黄蓝，哪里有绿黄蓝？没有啊，这一段很好看。然后就是，这应该是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跟罗纳多那个达文西啊，对，达文西啊，一个达文西，爱因斯坦，那刚有个人我没认得，跟应该是居里，对，居里夫人，他上面写什么？这写什么？The two want to even look at the advertising copy.Will probably fail to solve this riddle. 他说：“如果谁不看建议的 copy， 他就会输掉这个，就解不出这个谜题。”建议的 copy 不是、啊、对对对，广告的 copy。广告是这样吗？广告是他的本。哦。广告的 copy 是这个吗？这是广告的 copy。广告。嗯。广告是旁边吧，旁边那都有很多广告啊。那个也像广告，这个是他的游戏说明书。哦，那说明书啊。嗯。广告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啊？上面好多颜色。哦。绿。哦。绿蓝红看到了，这里啊。哪里有个什么绿蓝红？绿蓝。绿黄红。绿。上面。上面有没有看到是绿黄红一组一组的？嗯。哎、欸，阿凯。绿黄红一组。什么组 ？XID。要不要起来？玩过了。没有啊，新的。对。来玩吧，你玩吧。就。紫色，等一下，紫色可以对东西耶。哎、欸，紫是7832。是可以借我一下吗？他是不是要看这些广告？竟然叫我们看广告，真的是。就只有他的配件。大家都开始看别的东西。这游戏好烦哦，要看哪里广告。还是他在第一，他前面的配。沙拉包定吃的，我怕你，我怕你没时间吃而已。我们要玩那个瘟疫危机。我没有玩啊，你们玩了。哦。I M E。应该跟核实有关吧？你带那堆什么？731104。啊，对对对，我是那个啊，下午要去那个，下午要去那个当讲师。哦 ，IME， 它广告上面有 IME 吗？变数啊，说话带小孩，可是我跟他说我是去家的，可是我不可以出门的时候带那个游戏。对啊，从左到右，这 IME 可是你拿过来，不，真麻烦。因为这看起来也不太像广告，你晓得？这是广告啊，它其他系列的、啊。1930，然后还有什么字？那个什么1950。它 T 是什么？7832。不对啊，它是紫色的 T 是七。紫色的 T 是七 ，T 哪里有 T？ 哦。紫色的 T， 它是你要找到对应的东西，它有四种颜色，然后跟四个英文字母。问题是哪里有紫色的 T？ 因为它这边就是黄色，这里啊，它这边就讲太难了，对啊，差没啦 ，T I M E 啦，黄色绿色的 I 啦，绿 I，
然后黄 M， 所以是832啦。为什么是832？我不知道，乱猜的。对啊，可是他是随便猜一个832。哦，不是啊，不是吧？只要那里收起来就可以啦。这个是 T I M E 嘛，是斜的，对啊，它是斜的啊，所以是517啊。为什么是斜的？那它颜色顺序是紫？对啊，是它也为什么是这个顺序？黄蓝吗？啊，黄蓝啊，紫绿黄蓝，你要看它这边有没有什么颜色顺序。你好，欢迎光临。没错啦，紫绿黄蓝啊。紫绿黄蓝。紫绿吗？紫绿黄蓝，对，每一层都是紫绿黄蓝。所有三层都是紫绿黄蓝，所以这边就是紫绿黄蓝，没错。所以那你就看嘛 ，I 的话就是五啊，五一七，没错了，五一七。对，五一七，这是 Y， 对 ，Y， 五一七这样是二十啊。下面那个下面绿色给我，下面有一点绿色，跟他们讲一下是干嘛用的。你说这个吗？就是最下面有一点绿色，跟观众朋友讲一下绿色。哦 ，help。新的，对，介绍一下。可是那个先给我。我们都玩到一半才介绍。对啊，没关系。好，我们前面有一个三角形。它的卡片呢，有分成绿色、红色、蓝色三种。那红色的都是谜题卡，就是它会有一些谜题给你在这个红色卡片里。然后绿色的话呢，就是求助卡，就是如果你遇到任何的困难，就是解不开的话呢，你就可以看绿色的求助卡，它背面都会给你一些就是提示，就是告诉你怎么去解决。对，所以它就是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解出来的话，你就再去找这个求助卡，它里面会有一些小帮助。然后蓝色的话就是答案卡，就我们解出来这个转盘上面是什么数字，你就要找这个蓝色的答案卡，因为它有画蓝色的卡片嘛。对，所以就是这个，没错。怎么可能？不对，517不对，对不对？20是不对的。还是要找 I M E 出来。绿红蓝的概念是对的，一定是少这个。因为他有说 from left to right， 为什么要特别讲？因为他是左到右，是绿红蓝就是左到右。left to right 就是左到右。而且有四个数字，对，蓝绿黄。嗯，蓝绿黄。蓝绿黄，然后这边是 I 嘛，对不对？什么是蓝绿黄？倒着看的。不是，哦，上面有，一样是这个 mark 的。哪里有？有，正在讲。哦，我知道，所以你是说蓝绿黄对应那个蓝绿 I M V 啦？对，不是 I 条，它那一条是蓝绿黄。嗯。所以没有，可是没有紫啊，你要找紫蓝绿黄那一不用啊，那么紫老烧那一次，你只差这个颜色而已啊。OK， 好。IME 蓝绿黄，所以这边是 I 嘛？第一个数字是从 I 嘛，蓝绿 I 是九，绿九嘛，然后黄是最后五啊，5954，应该对了。对。我总觉得这个才是答案。我看，我觉得这是4305的答案。是你这拿完对到上面？对啊，你刚才讲不可能，然后他就开一个别的转盘的题目给你，真的不对。不对吧？你看你们这些人，我觉得你看对啊，那个太有点牵强。对啊，我觉得这有点太牵强，太细了。4305一定错了，都是8了。430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用别的转盘来转这个答案，那就好笑了。好，他这边有 Y 的答案是759，所以答案是759。你看那边乱掰，搞不好是对的。是20啊。我刚刚想看 advertising， 不对啦。哦，错一次扣三分钟，你明天扣了10分。有吗？有这规定？输了，对。他那么聪明的把答案印在盒子上，让你去看一下。其实这都没意义。他叫我不看广告啊，这广告太那个了。
打太久。他是说你可能无法解决，不代表你一定无法解决。哦，是哎。You probably。他说不看广告的人可能会失败。对。那黄绿蓝，从左到右嘛。T I M U 这张不是广告啊，对。T I M U 就是。这个时候只要使出我们的最佳法，然后先拍一张框吧。Help！ 要拍一下。这个 Help！ 你把它转过去，我拍那个转盘。可是 Help 一定没有用。它的 Cool One 超过。别闹！别闹！别闹！他就跟你讲说你要去看那个盒装。四乘四 grid 的 video 卡 ，G 是哪一张？你有看的卡就直接拿出来，大概放分钟。G 他说这张看的先看一下 ，G 是这张九四是这样、嗯。他说他有四乘四的表格废话，然后你必须去解决这些问号的 mark。304有吗？问号对应的 mark。因为我是304，是这有三个字不见了，然后有三个数音颜色也不见了。这里你看它这一条是它是，然后他说看 video 卡 F， 然后他不是说不可能304，你这一定错，因为你最右边的 colors 3409没有，然后他说去找那个 advertising copy， 就这张。他说对啊，他没错啊，就是说他看这个最右left to right， 绿啊，绿是三啊，最右边的，他说最右边的是什么？是蓝色。蓝色，我说换成绿色。蓝色，蓝色，然后去找嘛，蓝色。The right sequence of the color 是解决这个的问题。他说最右边的、啊。没有，你贴上去是。Right 是正确、哦。正确，它这是正确。The right sequence for the colors. I M E。正确解出这个颜色。Sequence 是紫、green、紫黄、yellow、绿蓝的。Green、yellow、blue。Green、yellow、blue。跟这个真的没关系吗？The advertising copy 真的是这里的。我再来看下一个。我已经拍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个 Hank 可以，哪一个 ？Doggy。Doggy 到底要怎么？看毛。那一只。看毛啊。Toffee。Type Toffee。那一只叫 Toffee。Doggy Toffee。哎。那这一只呢 ？Hanky。有人姓周。他说 Gamebox 上面会有那个颜色的顺序，哎，有啊，是紫黄蓝绿，哎，紫黄蓝绿，紫绿蓝黄，紫黄蓝绿，紫黄没有紫黄蓝绿啊？对啊，为什么看得出来是紫黄蓝绿？被救一下，哦，飞奇瑞，真的觉得这是有脑洞的。当你不管做哪个动作，做完之后，其实你的包包可以放在就是最前面那个柜子，是这一组是要的，找个位置放就好了。紫黄蓝绿，那什么叫？那这答案是紫黄蓝绿啊。这代表是我要买它，不然我必须要三个红包双赢。所以如果我今天已经我很喜欢的红包，那我就没有把它消耗掉，那就变成，那就变成我的，然后就会很明显。你已经放弃了是不是？不是，我刚才已经看了是紫黄蓝绿，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是紫黄蓝绿。不是啊，这种是紫黄蓝绿哪里来的？他说从盒子上面看的。好，比如说这张，你有看到 I M E 吗？有啊，因为我看嘛，因为我看到 advertising copy 的 website 上面有 game box， 我跳跃了 all the four colors， 紫黄蓝绿。只有说在盒子上。可是。那名字就要去定规则了，嗯，名字就要去定规则去。没有，他会留线。这上一节是一样的。他的重点，他的重点不在于游戏规则。到底哪里有紫黄蓝绿？我生气了。生气了吗？来，把自己签字笔拿出来，你自己。我来唱。啊，看到了。你看到了？这里面吗？好像放盒子上啊。紫黄蓝绿。
要各拿一个，第二个某一种拿两个。但它有特殊规定是说，如果你拿，你要看剩下两个，对啊，剩下一个，你是要看传承的吗？对啊，好像是吧。据说讲完了吗？没事，我惊讶而已。不是我，是一直跑不完的问题。我要看答案，生气了。生气啊！不是你不要看答案，你紫黄蓝绿已经有了，所以你就直接解。我知道，可是我们早就说在哪里有紫黄蓝绿啊。没有，然后你就直接用这个解就好了。那到底哪里？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一头是黄蓝绿，因为你就为什么锤子会是黄蓝绿？那 correct， 所以你我们看的是没错，他说盒子旁边的那个一样，你就用七五一先找找看。到底为什么是紫黄蓝绿？哦，因为不是看这里，不是看这里，我知道啊。如果找不到其他有紫黄蓝绿啊，所以答案是几？六三六。是吗？六吗？六啊，六三六吧。六，你是你是用什么？你用几号？你好，哥，那哪里有紫黄蓝绿？七五一啊，不是七五一啦，六三六啦，绿在下面啊 ，I 是六，哦 ，M 是三，我六 ，M 是哪里 ？M 是六零，然后六零六是蓝，六零六。我们先继续往下请，那个之后再看看到底有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找到。十九。对啊，一点都不合理啊！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然后那个是什么？现在问题是垂直的，是为什么？是什么东西？所以不是这个吗？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哎。他说不是啊。哪个？他说不是。哪个？到底哪里有出来了？好，那。你会拿到 IJK 了，没有错了，这是答案，只是说为什么了。先不要，我们先 IJK 先拿起来，先找出到底为什么会是紫。对，因为你我你当你看的答案，你也只会很突然的说，到底为什么？那就是题目印错了。In this cable, 它不是说 oh no color, 哎、欸，啊，张数没有限制。嗯，那是要看英文就是No color sequence. If you are still looking for one, it's purple. Yeah. 超烂。再见啦。超烂。翻错。可能是要看文字。没有人在看这个东西。他说：“如果你还在看的话，我告诉你，这没有顺序。”If you are still looking for one, 我告诉你顺序是什么。好贱哦。盖。好贱哦！啊，请继续说，你们又被表了，这可以出来了，被表了，以后再也不要相信这个鬼游戏。紫黄蓝绿，表了。他说：“你还在看吗？我告诉你，不要再看了。”来，这可以。好贱哦！这个还在找这个东西。难怪你不会过。哎，剪刀，很可能剪刀。用剪刀，这个一定要剪啊！又要剪刀，这应该不用剪吧？折起来要剪，不管。你要直接把卡剪掉。对啊，我都是直接剪啊。不要啊，折起来就好。这你买的卡片吗？对啊，这我的。那你把剪好。别这样。等一下题目是什么？等一下，你等一下。题目是什么？你题目等一下先确定。对，确定。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题目就是菱形，那有没有菱形？有，在这。菱形，菱形，所以你要剪什么？不知道啊。等一下，好的，那先不要剪吗？等一下，你等一下会怎么样啊？这样子才有观众才有乐趣啊！不要这样，不要不要啊！我知道为什么要剪了，我看到了，他的领带，剪吧。什么？他的领带？啊，领带是数字，下面也是一个数字，剪吧。什么什么什么？领带是一个数字？怎么说？哦，七啦，七啦，不用剪了，七啦。另外一个七，七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手在这里的手应该也会合成一个啦，手应该也会合成。手应该也是数字。手跟头应该有一个。这是谁的身体？我觉得你剪吧。他的身体。不用吧。我们要这样子示范，观众才知道。你们是怎样？你们是有毛病哦。这个游戏，你讲他为什么可以卖座，就是你看剪哦，剪就是一定要破坏他。这样才有乐趣啊，对不对？才是正确玩法。没错，没错，剪就对了。这游戏是要这样玩。剪就对了。还有一张。
就是要剪给大家看。你们看，就是要这样剪掉它。太多了，太残暴了。剪掉它，爽啊！应该开直播。爽啊！掉去哪里啊？剪到不见。我感觉到你心中的恨意。剪啊！天哪，就这样剪了。他是要拼的，不是吗？剪啊，对啊。应该是。这个是谁啊？应该是每一个有不同的颜色吧。三个颜色各一个。我觉得会三个颜色。那个人的底部就会是绿色的。哎，黄色嘞。是啊，黄色是。这个应该是七是没错。这应该是他吧？是吗？不是。我记得他这个应该是七的。我觉得这看起来很。所以他没有要各一啊。他没有一定要各一啊。一一啊这个人好像废废的。你这样讲陶文熙。不是吧？难道不是啊？你怎么？他没有要让他试啊，他没有要让他试啊。这个是裤子啊，这是西装裤啊。你这不是放回去那来的吗？不是啊，他没有一定要不对啊。所以这代表说这是，这是一个七的，哪来的数字啊？这是七啊，领带的。那如果不是领带，然后他的手是，这是几啊？是这样吗？九吗？看起来是这样没错啊。没有，还没解掉。可是我们要照什么顺序的？有，这个要翻，这个要翻。然后解掉这个，上面有照片就可以翻面。上面有照片，按照那个 ，Hello， 上面有照片，是不是按照？我觉得不是翻，这里也有照片，这里比较大、啊。就是按照是这三个人吗？对啊，这三个人啊。那就这三个人的顺序吗？应该是这个啊。这三个人的顺序哦。不是啊，长得不太像。这是大胡子的错啊。这是他吗？这是他吗？看起来是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照这个、啊。黄色的第一个配上黄蓝绿色的中间。那是绿黄然后黄绿黄。红的上面，对，红黄红，你在干嘛？黄红，它上面有画颜色。我跟你讲，你去旁边。然后这样，啊，所以他没有要对那个人。八啦，八七，为什么是八？两个球啊。八七，这是几？六。哦，对，六。干，这是六吗？真的，八七六应该是。所以他手啊，自己手用那个圈圈啊。七，可是七有那么确定？七吧，没错吧？八七六的话是一号，一号错了，不用看。好，那不是还是这不是六，它是六。我觉得那是六，可是中间那个七看起来就不像七。你说那个不像七，那像什么？我觉得七应该是对的、啊。苹果，牛顿，不是，这是牛顿啊？不是，我说他是照这个牌、啊。我知道啊，那可能就要看啊。牛顿是谁？这个是牛顿。啊，上面有牛顿吗？有啊。这是八，八没错啊。八七，我觉得可能不是六啊，这是。觉得那手五啦，五啦。哦，是五，是五，八七五。八七五零型。这里。好机车哦，对啦，八是对的。哦，你这人在背什么答案、啊？然后是画，菱形，菱形头太大了。菱形在什么地方？哦，那个。菱形在地球仪29。29，对的。好，你可以回来，我调好了。好，这个奇怪的东西还有 LM， 还有绳子，到底要绳子干嘛？绳子要把它穿进去，那个通通都扔进去。把它挂起来是不是？剪完是不是？天哪！没差，因为后面的人也要剪啊。嗯、对啊，得帮他剪。挂在谁身上？还是什么？小丑鼻子。嗯，不知道那要干嘛。L M L M L 跟 M， 嗯，
哦，要剪绳子哎，太好了，又可以剪了。啥？不是吧？对啊，绳子不要先剪，先不剪。Traveling other time, you see some dead, some alive, spin to show the keys。好呗，好机车哦，我知道干嘛了。怎么样？就这样，你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看到蛋吧。嗯，好，讲完了。哦，那就不用了。不是一直翻，他是把它缠上去了，缠完以后。对，你先。然后旋转啊，就是那种快速。哦，剪完再变两。那种就是缠向的概念。啊、哦，对啊。404啊。对，我觉得应该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他说这样把它穿过去。盘子来转。还是拿来转啊？确实是，要转给观众看啊，对不对？你再弄另一边。可是中间会穿过去的话，会变铝的。然后嘞，他说要干嘛？快速旋转它。快速旋转。十号，我转你看。那之前几年了？不知道。有吗？有东西吗？是404啊。404啊。是啊，不是吗？不是吧？现在其他人都被这个约束，就是说你现在是因为你是啊，他那个应该要，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往某个方向转。没有哦，他先转15圈，对对对，你拿着，然后现在我先转，然后你再一次把它拉紧啊。你记得看哦。你要将近有看得到吗？那已经拍不到。一起看，一起看。假如你现在是这样，差不多了。好，准备好，准备好，我们那天晚上就看。好，你要看到跟他一样高，你才可以。什么啊？谁看得到？你要拉紧一点。谁看得到？太快了，所以转了有没有一秒啊？没有一秒，那很快。464啦，我看到了啦，看到了。你这样转我就看到464，不是404。所以我比你有用。不是404，是464。404啊，不是哦，答案是对的，我已经开完了。再看一次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那个。464。对，好像是464。那为什么我开是对的？可能对错，你还要对那个。对，可能是别。没有啊，他开出被 page C E 啊，没有错啊。跳关没有跳关啊。464是十号啊，464跟404都是十号，对，都是十号。464跟404，这让你有错的空间。对。然后这是哪一题啊？这个，这是26。我已经开了。这就这样，好废哦。哦，等于什么啊？什么东西？然后现在要干嘛？要查出这三个是什么？对啊 ，ODM。ODM， 这里有一个 O 啊。不是啊，它是 O 是否这个人啊 ，D 是这个鸡啊 ，M 是这个人，是这只牛、欸。他们分别那个人说了什么？谁知道啊？他说了什么？这边有故事吗？事啊、都不看故事。This time the sting cleared fairly quickly. Might i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you no longer have a roof over your heads? You are standing under an open sky on a hill.With an available view, unbelievable view of Florence is in 16th century. Only now you notice the man in front of you, 这个男的 walking on building a machine. Wait a minute, this machine looks like, how is this possible? 所以这是我们的那台机器耶。Just as you about to step forward, a young lady, 哦，就是你 ，pops up. She seems strangely familiar. Is that Mona? Mona Lisa? 这是 Mona Lisa? 太可爱了。You hear call a man three times in all. 哦，所以他是叫了这个男的三次。Now you have no doubt. Before you stand, 哦，他说这是里奥纳多·达文西。太扯了 ，Working on your time machine， 他正在操作这台 time machine。The time machine's crystal glows blue. Will you have to use this machine to travel back to the present? If only you knew how to activate it. 我们要启动这台回到现在。他写1503，这是什么密码吗？应该是年代。
所以这个人叫了三次达文西。不是啊，你现在叫了，你现在是 L 啊，所以你要先解 L 这题啊。对啊，所以 O 他是 Mona Lisa， 然后他说他叫了三次这个男的。O 等于三。所以他是。他计较了几次？里奥纳多·达文西。他计较了几次？其实上面也是三个、啊。他不是画了三吗？他没有写到七耶。然后 M 等于一啊。应该是维持，那就是一直啊。确定吗？是这样吗 ？M 等于这样很奇怪，因为我刚刚四的三一三是错的。你这个还一直不是啊？不是，是因为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解题逻辑，那绝对不对啊！是三三一啊，不三三一。不是他为什么是 O？ 他为什么是 D？ 他为什么是 A？ 对啊，为什么？对啊，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是那个 riddle card， 这也是个 riddle card， 这也放回去。O D M， 这都要放回去。你是找三三一三一三三一三，所以这个是开找三三一开什么 O？ 啊，里奥纳多多，他是里奥纳多达文西啊。里奥纳多三个里面有几个 O 啊？哦，里面有几个 O 是不是？里奥纳多达文西在哪里？这里一个 O 两个 O， 所以是六个 O， 叫三次是六个 O， Leonardo 是两个 O 啊，所以是六个 O， 然后鸡叫是什么？没有 D， 那他说叫三声的话，那 D 有几个？鸡叫的英文是什么？没有啊，就是 D 几个 Leonardo 啊，没有，可是他这个是女的，不重要，不重要，这个、不重要，不重要，那为什么 O D M 什么鬼啊？某牛就只有一个 M 啊，那公鸡叫是什么？六六的。公鸡叫的英文是什么？上网 Google 一下。Cock 吧。不对，不是六六零。一定不是啊。D， 公鸡叫有几个 D？ 他讲里面讲到公鸡嘛？他没有讲到攻击，他只有说这女的叫了三次达文西。你不要一直在那边乱试啊，那个暴力姐玩家。密室玩家不是这样。没有好不好？只有你这种暴力姐的人。Google 一下攻击叫怎么拼。好，解完了。好啊，还有人要偷看答案是怎样啊？找那个提示啊，不用啦，答案出来了啦。你很烦欸，我们都还没解开，你这个人很讨厌。Cuck 啦。你怎么解的呢？就不是。可是没有 D 啊。不是那样。你怎么解的呢？解释一下你怎么解的就好了。不然你说怎么解啊？你们 O 的逻辑是对的啊 ，D 的逻辑那就是当它就是各一声就好啦，各一个 D 啊。为什么是各一个 D？Leonardo 啊，你就 Leonardo 而已，他没有达文西 ，Leonardo。不管都一样啊，都是两个 O 啊。没有两个 O， 中间是三个 D 啊，然后某就一个、哦、一个而已啊。等一下，鸡叫是 cock a doodle do， 所以有三个 D。对啊。所以叫三次是九个 D。可是我是按三，他的按三。你是按三，我是按三，他是对。是怎么叫？他学 cook 二 do do do。你又说了什么？好，六九一也是二十二，六三一也是二十二。cook 度了 ，cook 度就好。没有啦，你六九一也是二十二，六三一也是二十二。就是度是对 ，cook 度了。然后牛叫就一声，对，就这样，就这样。好、哦。我帮你开啦。所以重点是这女的是叫谁啊？对 ，Leonardo。然后嘞，所以是 O P Q R S T。Use to play O P Q R S T。就直接翻开就好了。哇，好多字，哎呦。所以你刚刚是开多少？六九。六三一吧，是不是？三乘三。六三一。没有，要开六九一。星号。没有。四七九了。哦 ，L 六九一。它是六，它是九，对啊，所以是扣嘟嘟嘟啊。哦，对啊，对啊，那为什么开六三一？他刚才怎么开的？对啊，他刚刚怎么开的？酷酷嘟嘟，酷酷嘟嘟嘟。我刚刚是这样子啊，所以是三个 D 啊，所以三四就是九个 D 啊。那他刚才对啊，那边乱讲哦。毛是一个 M， 毛是一个 M 啊。对。
然后开出来这个，看一下，为什么都是我在看？你们这样叫？是啊。这是 Take Your Place in the Center， 他说把这个放在 Center， 你站在中间，然后其他卡片在房间里面。对，就是。然后转九十度，往右转九十度。往右转九十度，然后交换那个数字跟你前面的，跟你后面的。往右转九十度就是往左晃，往左。你那现在是对，现在是对的方位吗？现在是对的，这样是对的吗？他说你往右转九十度。我往右转九十度就是这个东西。中间转就好了。这东西不用转，因为你在这，你站在正中间。好，那你就这样。所以他现在这样子开始。你先往右转九十度，对，然后交换你前面跟后面的数字。前面跟它就是说转台啊。前面是啊，你现在脚印是你站在这个方向，你朝这个方向。你如果往右转九十度，你的牌是往左转。啊，不就是转那一张？就转这张就好啊，对啊，一样的意思啊。不是啊，那你的号码也要一起转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因为现在我们要开始方位是正确，方位固定，开始做事情，方位固定，它就不用。好，那你如果往右转九十度嘛，可是因为你脚印就朝向。你不是你本来看七，就是我跟你讲，因为你这样的右转就会，好了，就不要理他了。然后前后兑换嘛，然后前后兑换，然后 a number by e so with the one by the box。e so 是什么 ？e a s e l。e a e a s e l。现在是没有这字吧 ？E S E L 这字吗？有啊，最后就写 E A S E L with the one by the box。你查一下，还是什么质数，还是什么奇数哦之类的吗 ？ESO 还是专有名词。画架哦，所以他说交换画架跟 box 的数字。两个换。然后再转另外一个九十度到往右转，再往右转，再往右转九十度。嗯，然后把卡片你左边的 turn it over， 把它，他说你左边的卡片把它 turn it over 是什么？这个，翻过来啊。对。然后交换 by the three stump with the one behind you。Tree stump 是什么 ？Tree stump。Tree stump。哎，你帮我查一下 ，Tree stump 是这个马术根。对 ，Tree stump behind you。跟你后面的交换。好。然后你再转一百八十度。再转一百八十度。好。然后现在密码出现了，先是 box minus tree minus 是减嘛 ？box 减掉树根。九减掉树根。好，然后第二个码是你右边的七，第三码是你的脚下的三，好，七三，实验一下，脚后的是三码，星星，怎么那么复杂，转来转去，转来头都晕了，结果我猜不对，怎么穿？是几号？这是九啊。九对吗？没开过，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不对，做错了，我猜对了，一定转错，再来转一次。好，重新一次，重新一次。七，乱转。四，三，方向正确，是这次调整方向。好，然后呢？好，我们等你念一次。等你一转，交给你转了。This is number. Turn a little bit to the right. OK， 假设我现在面朝这边，我是一个人，好不好？可是他的物件可能不会动。对，对，物件不会动。他只有脚。你们刚才在看物件，我就觉得你们，我根本不会想到那边。OK， 我转九十度。你向哪一边？向七。我现在向四号那边。先向着四啊。没有，我现在刚才向我已经转了。对对对，向着四。我 swap number in front of you。And the one behind you。是后面跟前交换。后面跟前。对啊，然后嘞。And then swap number by the easel with the one by the box。OK。
by easel， easel 是画下， and box， 然后画，然后嘞 ，turn 90 degree to the right， OK， now take the car to the left and turn over， 这个卡，对，对啊，看错上了，哦，然后他已经少念就是。比方说是穿越，因为你们刚才改变了这个东西的顺序就完全错了，你们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变，这个 box 这四个东西是没有变，没有改变位置。嗯，刚才你在翻，然后take， 刚才念到哪里？然后 take a car to the left and turn over。OK， now swap the car by the tree stump， by the tree stump with the one behind you， behind you 这两个 swap 这两个。游戏在这样子，就是呢，游戏里面一开始。然后 ，and then turn 180 degrees， now turn and follow。所以我刚刚明明就是 box minus tree stump。box 是这个。这个减掉。tree stump 是一。四减三是一。好，我要转。哎，转到零之后呢，就是两边是一选项。第一个是一，然后嘞。那如果面里面。然后 look to the right。那你的右边。零。哦，所以是看这个，对，是零。好。And look through your legs， 就是你的后面三。三。哎、欸，可是他刚刚看右边，他没有转。103看看是不是？好奇怪。他没有转。六。没有错啊，这不这个不是三，他只是看右边，所以他的后面还是六啊。没有，因为你面朝这边，对啊，所以他的后面不是六吗？106。106。Look to the right。医生把是越寒。嗯。七。好，所以呢，假设你今天机师喊完要水，对了，你说什么？七。他最后一下，最后一个是六，因为他是他没有转，他只看右边而已。不是他刚刚第二个是说看右边，没有要转。哦，就是他没转，他只是直接看右边。嗯嗯。进行到有这种情况，这个是十一，180度啊。十一。好吧。这是太难了，对。也是啦，他要往右看，因为这边没有数字，所以就对。他没有叫你转向，只是看右边。他说我们启动了这个时间机器，启动了这个机器，然后翻到12、13页。12、13页。翻到12、13页。第二个事情是，哦对，零是对的啦，他面朝这边，然后往后看呢、啊。对啊。哦对对对，是10。12、13页翻到了。哦，要走迷宫。好绕这个。走迷宫，你这个班这样是要给谁念？哈哈哈哈哈！给我念吗 ？You feel sick？ 哦，我们头晕了，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个机器已经可以有用了吗 ？The setting on the crystal seems to be correct。这看似好像是正确的。然后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再忍受这个旋转的时候，你听到了一个很大声的声音。然后你往那个前进，用你无法相信的速度 ，right into the middle， 你跑进了这个迷宫里面，它是一个很黑暗、很巨大的一个迷宫。然后，这真的能够结束吗？然后 ，from the light in the control panel。Outside a small slip of paper with a note on it. 他说我们要看这个。Your goal is the door. 那里有 doors. Use the color of 应该是这些 color 吧。嗯。Or you will be lost forever. 就是你一定要又照这个顺序走，红、蓝、绿。啊，哪里有蓝？那就没有蓝了。对啊。看了半天没有蓝。好，然后他说 ，Tears 34 from your book， 把它撕下来耶。撕错了啦！是中间这一页，对不起，他这张，这张，我跟你讲，你这样撕没有用啦，你要。Start looking for the path through the space time。你要，比如拍，拍这个，然后你再两个并在一起看。然后要从这个门开啊，最后是要走到这个门。所以你经过第一个红的嘛，大腿要先到红的，然后会跳到蓝的，蓝的要再去绿的，是不是？那你放中间一点，不然它拍不到，这样拍得到。啊，
到红的穿到尽头之后就来不去了，然后要走到绿灯，绿灯在这里啊，是不是？红灯要怎么到蓝的、啊？跳跃，它数字一样是可以跳，是不是？哦，我知道了，它数字一样应该是可以跳过来的意思吧？所以这边红色完有四，或是走到红色，然后或者是四或哎六四或八，四或八有四，四的话离蓝色比较近，所以是四，然后到蓝色，然后到零，零会到哪里？零到这里，然后去绿色。零到不了，哎，零可以到绿色吗？可以。不用到零啊，对啊，四零三，四零三，绿色，然后到三，三这样到不了门啊。好，那就一下。好，那这时候呢，开始可以看你的咒语表，来，你有帮我做就可以看。那记住哦，只能往上，从你喊，你从哪里开始喊就只能往上喊，不能往下。有没有？所以第一个选这个的话，红色、鲜红色，四零八，对，现在很少，所以这个就要自己斟酌。然后喊咒语，大声把它喊出来。有这咒语还会生效。红，三号，三是什么？四，是四吗？四。好，来右手边往下请八去，他有甜蜜的梦吗？好，有，但是把它打出来。那甜蜜的梦效果是？可以根据直载接过来回血，可是你现在是满血，所以你喊的这个等于没有用啊。我知道了，因为你已经是满血，蓝色丸是一啦，对，可惜了，下次有。哎，不对，要先到绿色。因为你满血啊，蓝色先到蓝色到绿色，零到绿色。你知道有喊到就可以去喊，但是呢，你现在只能喊三或什么什么。我是哪个？补牌就是 pass 就不喊，可是中间经过一个三呢，这样。好，那所以你 pass 不要，就是。所以他应该是八。下一个玩家。加起来。第一个是四嘛？对。第一个一定经过四。然后四完以后。来。要去绿。绿色有跟什么有连？零。有三有二有一。好，那喊错嘛？对。喊错没有在这里。有五王，为什么不是五？四零八，因为五跟三啊，因为会经过五跟三。对啊，所以是四零八三啊。四五三回来以后再回到四，然后再进去啊，所以四五三，你可以这边过来，到红的，红的红不是红的完以后去四嘛，四从这边出来去蓝的，蓝的回到四以后可以再回到这边 start 这个地方，后面有一个五啊，五然后五就跳到这里来，这里就经过三啊，三碰到绿的再回去五，没有，然后再。再回去五啊，然后五再跳回这边啊，然后再过去四啊，四就直接下来了。所以你最少数字就只有四。蓝色完也可以填零啊，零的话经过三会到绿色，是，然后再跳三，三十八，十八会到二吗？我看一下。不因为它是要从十八，但是三个字。他有没有写说你要最少的数字？没有哎。那我怎么判断他们经过哪些数字？错，六号很难，不喊九很难。没有写，不是，也有写，会结束。还是要背是正反两面，这样子互连。相信我，把这个意思喊完，绝对没有办法。好，也有可能，是不是 ？Start。所以你不喊了？对啊。你可以这样，不喊那就是围绕我这样。然后。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哎，有可能呐、啊，这样算算是。蓝色在哪个？蓝色在这。先去红色。那个好，他有暴风雪吗？好，那右手边玩家，左边玩家投一滴血，那你又被炸。他红色还是先从这边绕到红的吗？你被他雪球砸了，跳到红的。他等一下之后该跟他是两张叠起来，他怎么是蓝的？该说该不确定哦，好难。不要紧张哦。有一个是，不喊，不喊，不喊，就是你进去可以吃到红的。来，换句下一位。他竟然说要剪下来，应该是某种功能吧？不用怕。喊火球，来，还有我，来，还有火球吗？还有火球吗？没有，没有。还有，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只要你的树体，它会不会扣一些？某种建筑 ，labor 就是这种大的。来，还要继续喊吗？叫什么？不喊，行，下一位。看，记得看一下对方是什么牌。我求。来，他有我求吗？迷宫了。迷宫。Space Time 迷宫。Okay, 所以这应该是三个数字吧？来，好，有，那把神圣的一血拿回到后面。这样看出来了吗？十的话好像也到不了。对啊，我本来想直的。不喊，还在不到五张。对啊，看，我本来要直的话，好像也歪一点点。保护血，就是它上面是写空间，所以你如果不要管通道的话。那十大到红色，红色到蓝色，直接画线嘛。那画线应该会穿过某个东西，所以是不是直着看就好了？只是画线穿过什么呢？四一，然后到红色。不是跟四一八，没有，不是跟路吗？不是跟的那个路，是直线画的。哎，要跟路啦。这是什么数？既然是眉峰，肯定要跟路啊。哦，我懂你意思了，直接变一个数字，那也是拿反了。是四一八到红色。418，418到红色。如果这样子走的话，就是你前面的路跟后面的路都是可以走的路。嗯。没有，然后后来再你还要到蓝的，红色要这样走下来，横过来就。这边没有路啊，哦。所以到蓝色是7而已。418，可是怎么会有418三个数字？奇怪。你看到418，只看到418，不是翻过来穿过去之后还有。所以我才说啊，应该只有三个数字。如果只有三个字的话，就直接画。啊，我要看线索。你不要自己在那边偷看，又不讲。哎呦，你好磕哦！不然你以为他怎么解得出来？这还是啥？火球是右手边玩家。你们是对的，我是对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看，没有，就是插进去。什么连呢？插进去。Mina，有时间。哦，好哦。来，不喊，应该快解完，这好像最后一题了吧？红啊，然后一呀。哦，好啦，好机车哦。我觉得好机车哦。就正面通对面啊，哇，对，直接对，对面可以通到对面，是啊。然后是红色的背面是什么？蓝色的背面是什么？就是你从红色，然后绿色的背面是什么。所以刚刚讲的是对的、啊，对啊，就透光体啊。对对对，嗯，你走到红色，然后从红色的后面开始走到蓝色，然后再从蓝后面。哦，所以它那个红色的点是一个可以到对面的点。对，它可以。你刚不是这样讲吗？我刚刚是、哦、直接看说有哪些地方。对面，所以红色跟对面的话是红色，到红色的背面，从这边开始走。可是走不到蓝色啊。走得到、啊。从上面。七四，然后再蓝色到绿色。43，这样可以到终点吗？7431啊，没有四个数字啦。我刚刚也是看一看这边四个数字，可是743，但是有的地方多一个之类的哦，没有七啦，没有七，所以是四。左右边玩家有同意。43。431是24，24嘞，24，噔噔，耶，对了，超棒的，月亮是16，我都没有，16，就这样玩，然后扣一血，考虑有一个血能写的问题，16，耶，开了，然后看第十五页跟 U。15页在哪？这个。然后你到了2420年，哇，你去了未来，然后。这个翻一下。他说那个透明变成紫色的，
然后在 card U 上面有那个 hint。Only when the star on their way can you travel to Quebec。他说啥 ？Today, way back then, Oh. 他说只有在他们路上的星星可以带你回现在。在一个很黑的晚上 ，Leo 他 through this cold up。Mona tried off all his lectures, so he turned to the stars. 好，我们可以看这个有什么线索啊？我们差都没人接住啊！是啊，这是一首诗啊。它的结尾有押韵，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看。这边有星星，这里有星星。三个星星，答案是三。哦，这么简单，我来不用英文也可以解得出来。用三个数字啦。那来，请我还没那个我就差不多。One five nine， 七四一就知道他写。哈哈哈哈哈。这样子的话，这边有星星。那这边选一张牌，自己偷偷看，不要给别人看。可以看。对，对，就是你有一个额外的知道的东西。好，那自己摆着。那有一张牌在的话，多拿一本。Leo thought it was great. No trouble at all for a puzzle learner to accomplish so much to discover. Dark night, 它会不会有夜光？夜光里面是照光，拿起来照光灯，夜光。是这样的，也好像有道理啊。Danny 果然是超聪明的。他说要在很黑的晚上。你以为的异乡有什么？你从一开始拉到现在，从一开始拉到现在，来，那骰子怎样？哈，是这张牌，是什么？是什么？挡起来。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吗？那没有吧？哦，有点想玩别的。看最后一题了。好，当然是有人死掉了。One dark night 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酷。他说李奥，李奥 so 李奥在想这个密码 upright。李奥 upright。李奥是打边区的。对啊。然后呢？他说他在想这个密码。上跟右，上右。你怎么看？No trouble。Disc over。哪里有 disc？ Discover 不是 discover， 是 disc over。没有，就 disc 啊。Disc。截线在。Disc 其实就是 disc 啊，那只是说他只给了 disc over one night on one dark night disc 粗体字啊，它是不是有夜光？那张有夜光，这张有夜光吧？那张有夜光，我不会吧？它那个雨滴是不是夜光剂？雨滴就是夜光。然后嘞，那我们手一起遮吧。我要去一个很黑的地方，我去仓库里看。你看，他们几个帮你手，你自己手遮起来就看得到，一直要这样就看得到了。你只要这样。我去厕所里面看。哎，厕所会不会黑？真的假的？是游戏这样玩的吗？没有错，游戏就是这样玩的。On one dark night disc。真的还假的？你在厕所会看到什么？难怪他会做那个，他特别做那个。里面有几个有
夜光瓦，对啊，所以答案就是八点十号。它只有三个地方会发光，只有三 D 是夜光，它只有三个点会发光。我对到圈圈是五六零，所以是七。太夸张！答对了，耶！灯坏掉了，所以我说在很黑的晚上，没错吧？你看到吗？你自己快受不了了！就是说我要看到你，又看得到，我又看不到，不敢相信啊！去厕所，去厕所！哎，错了耶！怎么会这样？等你再试一次，为什么我错了？你刚刚看到了吗？可是七错啦、啊！你看错方位了吧？它是圆形，圆形，圆形。对啊，没错啊，圆形啊，二十啊、欸。然后错嘞，等你再去看一次。我知道啊，为什么？我说嘛，我知道可能必要时候还要检验。等你是不是有三个点会发光？没有错，发光。可是七吗？对圆圈吗？可是不是七耶。是圆圈吗？对啊，是圆圈啊。这是几号？是五六零吗？不是七吗？几号？七号就错了耶。七号是指二十啊，然后二十是错的啊。七号为什么？你看二十是错的啊，然后七号这个圈圈是二十啊。哎。对，不是啊，被骗了。哈哈哈，去看一次。所以他一定有想到你会去找那个。Disc over 啊。One dark no disc。Over 还是是 disc over 还是要背面吗？因为刚刚讲完了，你要保证。好好的，有没有？我想说那个雨滴一定是有力的。林月，还没开始，是不是那个没错？没有玩到九月，大家都要去厕所看一遍。很神奇啊！因为你要这样子，它才会亮。是啊，因为那种夜光都是要吸光，然后你要吸个五分钟时间。有啊，跟我刚刚看是有亮的啊。那可能被你们用完了。最好是这么快就用完了。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对出来就是错啊！你不是要看线索了？那我来看一下线索。看线索，看线索。可是线索就是告诉你要去看这个 disc。真的吗？我怀疑的。对，他说在黑暗里看啊。那个地点帮什么？对啊，五六零。啊、哦。他说要输入跟那个十五页一模一样的，哎，没错啊，一模一样的啊。有啊，我去拍给他。没错吧？有吧？The riddle was conceived in the dark of night. Maybe in the shadows as well.哦、oh, 不是这样啦，我们忘了那张图了啦。哪一张？那张上面有星象图，所以要把它亮的点里变成这样。你好哥，看所以在对面，所以在对面，错了啦。没错，我要站在对面，因为他要对这个星象图。看到这个是我说这个，他说要对这个星象图啦，所以是在对面。圆的对面，圆的对面，圆的对面，你要对这个星象，要长这样。只是你们把它排在一起就对。对啊，可能排在一起啊，谁想要对啊，谁想说他在对面？他给你一个七号，还可以看到答案，就是说。23是不是？真是太过分了，还可以看到给你，还可以让你拿七号，很贱哎！然后还可以让你那个七号都看到错的。23、12，这个做的真的是满满的恶意。对啊，太机车了！啊耶， yeah,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到现在了。还没有解决哦。有啊，解决了，回到现在啊。我说还没有，后面还有。没有啊，你后面还有四张卡。他说图那个博物馆的门开了，我会有谁相信我们的故事呢？
然后那个透明的水晶已经不再变大了，然后this machine will probably never. 他说这个机器再也不能用来做时间旅行了。但是发生什么事呢？哦，你们之间的一个人带了一些从未来回来的东西。Do you think that anyone? 你觉得会有任何人相信你们了吗？好，然后现在我们把VWXY 放在中间，然后把他们带回家。这是什么？这是未来的东西就是了。对啊，叫你去带这个。所以我们要把这四个东西，就这样，就这个东西啊。我们得到了四个未来的东西，他叫我们把它带回家。那就这个吗？有够烂的。这样就买一盒带回家。这是下一个，是不是？啊、下一盒。应该就是这样啊，烂死。这是什么？这应该是下一盒的提示啊。哦。下一盒这个游戏，所以下一盒要从这四个提示开始。对，然后这个应该是它上面写的是，因为 target price huge price。Still no jackpot winner。好好，我要走了。好，请见下一集待续。哎，解成功了。